今晚的十点，一档全新的歌唱比赛节目《声动亚洲》将登陆东方卫视。与以往的草根选秀节目不同，《声动亚洲》集合了亚洲地区的多组专业级选手。今晚第一期节目中就有不少熟面孔。2009年新秀冠军于超颖一曲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唱出了歌唱道路上的艰辛，获得了四位音乐评论人的一致认可。其实我中途有很多次的就是想说放弃，我这次来到这边想要唱歌给那些想要听到我唱歌的人。选手中还有来自香港地区的著名主持人陈绮泰，48岁的他为了追求音乐梦想，毅然与新秀歌手们站在了同样的起点上。40多岁了，如果我现在再不追求这个梦想，难道58、60才唱吗？站在舞台上的选手们能否达成自己的音乐梦想？四位音乐评论人的首次合作将擦出什么样的火花？今晚10点，东方卫视《声动亚洲》将为您揭晓。东方卫视记者顾佳明，上海报道。